那也就是说，司徒墨生气，不就是因为你那个师姐出现吗？那简单，他就吃醋了。江教授也跟我说过，可能是吃醋，但是他最后一次生气是在实验室外面，师姐并不在场。你确定？你再好好想想，到底在不在身边？在场，他在楼梯间里。师姐在逗猫，他应该是听到我们对话吃醋了。孺子可教。司徒墨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这样，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问我，以我给你做军师，追司徒墨易如反掌。你不是也没追上吗？你俩还聊着呢。哎，不跟他聊了，咱们走，咱们看电影去。不理这些单身狗。走啦，拜拜。太搞笑了！哎呀，我就先聊聊天儿。对，也是。那男的好帅呀、啊！真的哎，你看他背着一只小猫，我觉得他一定很善良。那你就试试呗。啊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去去啊！好吧。你好。我觉得你这个小猫好可爱啊，我也一直想养一只猫。咪咪，不是我的。那你这个包哪里买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看，哪来的？回家告诉你。走吧。